关系户抢了我的转正名额后，我摆烂了，写报告是不可能的，只有嗑瓜子混混日子这样子。最后董事长亲临，经理指着满地的瓜子皮告我状，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爸，他们欺负我！我熬了两个晚上写出来的方案，被副经理写上张丽的名字交了上去。最后经理大手一挥。 通过了我的方案，把唯一的转正名额给了张丽。同事们一窝蜂地把张丽围住庆祝，欢快地接过张丽给的礼物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只觉得荒谬。当初那个方案可是在大家面前公开评审的，到底是谁写的，你们还不清楚吗？同事没人搭理我，反而张丽眼皮一扫，嘲讽的笑了一声。 江宇，你也别太嫉妒我，谁让副经理是我舅舅呢？像你这种没根基的小镇做提家，可不就得先从别人的垫脚石做起吗？立刻有同事迎合张丽道：“还是丽丽好，做事敞亮大方。看江宇那穷酸样，平时连个小礼物都不孝敬我们这些前辈，活该他没有转正。跟他们多说无益。” 我转头就去找了部门经理，进。经理懒散地瘫在皮椅上，慢悠悠地喝着茶。见我进来，脸皮都不抬一下。我在门口站了足有五分钟，经理才仿佛忽然发现我一样，把茶杯放下，说了声：“小江啊，来坐。”我面无表情地坐到经理面前的椅子上，开门见山地问道：“经理。” 您早就知道副经理交上来的方案是我写的，但您还是把唯一的转正名额给了张丽，对吗？经理脸上的笑容一致，心虚地摸了摸他的大光头。小江啊，我知道你的能力比较优秀，但是名额这个事还是综合考虑的，我们还是有管理层方面的考虑，希望你理解。 我接过话头，就因为他舅舅是副经理，对吗？经理脸色一沉：“你年纪轻轻的，怎么能这么说话？我也是为你争取到多半年的实习期，你还是有转正机会的。而且这个方案全权交给你来做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”我平静的看着他这副真为我着想的样子，只觉得虚伪。司马昭之心。 人尽皆知，我来做，做成之后功劳继续安在张丽头上，对吗？我笑了一下。你为我延长实习，不是为了我好，只是因为这个方案除了我，没人能做。我当初在方案里用到了我在 n 国留学期间的一个实践理论，除了我，部门内根本没人能把这东西讲明白。享受了方案的好处。 那也得承受被我拿捏的痛苦。我会留下来。至于其他的，我啊了一声，不再理会经理的脸色，转身走了出去。当初我爸让我一毕业就以实习生的身份来基层历练，没想到这里这么乱。张力，副经理、经理这群人蛇鼠一窝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等着瞧吧。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从办公室一出来，张丽就带着一大群同事等着看我的笑话。不是我说你啊，江宇，何必自讨没？张丽的话还没说完，我就一丝停顿都没有的从他旁边走了过去，拎起包就走出门。张丽在我身后一跺脚，立刻就有同事上前安慰他。 别跟这穷酸货一般见识！你看他这副样子，肯定是把经理惹恼了，被开除了呢。就是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有多少本事，连一件带 logo 的衣服都没有，拿什么跟我们丽丽争啊？可不是吗？恐怕他连歌之是什么都不知道吧？哈哈，几个人嘻嘻哈哈，还没聊完，就又目瞪口呆地看见我从门口走进来。 只是手里多了二斤瓜子，我把塑料袋往桌子上一摊，不是嫌我没给你们送礼吗？来呀、啊，来抓一把瓜子啊！张丽第一个回过神来，皱眉怒斥我：“办公室禁止吃东西，你一个实习生就不怕被开了吗？”我呵呵一笑，起身快速走到张丽面前。张丽脸色一变，后退一步。 你你要干什么？我伸手抹掉了张丽嘴角的薯片渣，然后轻轻拍了拍她的脸。脸疼吗？你？我转过身，对着这群指责我的同事说道：“说我之前先检查一下你们自己的抽屉，不然别偷腥不成反惹一身骚。”说完，我也不管他们脸色，走到工位，把笔记本一合。 就开始嗑瓜子，瓜子皮呸的一下吐到地上。张丽悻悻说道：“果然是穷酸货，可真没素质。”我噗的一声朝他的方向吐了一口瓜子皮。“是啊，我没素质，你有素质。要不今天你来替大家扫扫地吧？不被道德绑架的最好方式就是先绑架别人。” 自从我来这里实习之后，每天都是我扫地，也没看这些高素质的人多么珍惜办公室的清洁环境。我吐瓜子皮怎么了？反正也是我扫地。张丽拧着眉又要说什么，却被一个同事叫住：“张丽，经理找你，应该是有关转正的手续。”张丽眉眼都舒展开，高傲的瞥了我一眼。 就进经理办公室去了。出来的时候，张丽满脸不甘心，像只被斗败的孔雀。他不甘不愿地走到我面前，深吸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江宇，方案的事就交给你来全权负责了，我会配合你的。”“不做。”我高高翘着二郎腿，啪叽把瓜子皮吐到地上。“你，张丽噎了噎。” 不甘不愿地问道：“那要怎样你才能同意做方案？”我歪头思索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如果你把地上这些瓜子皮都扫干净了，那我兴许会考虑一下。”张丽脸色一白：“你是故意的！”“对呀，你怎么知道？”“算你狠！”张丽咬牙切齿地瞪我两眼，转身去扫地了。她一边扫。 我一边吐瓜子皮，张丽哪里干过这种家务活，扫一会就忍不住了，一把扔掉扫帚。江宇，你是不是故意整我？根本就不想做方案。张丽一把把我手里的瓜子全都挥到地上。江宇，你能不能有点团队意识？这个方案你不做，咱们部门今年的绩效就没了，你知不知道？ 我一边可惜地看着地上的瓜子，一边头也不抬说道：“我只是一个实习生，可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。”经理上交时，方案的负责人填的可是你，到时候做不成，你说责任会落到谁身上呢？张丽咬紧牙关，又把扫帚捡起来继续扫。好不容易扫得差不多了，张丽指了指我的电脑：“坐吧。” 我继续嗑瓜子，不做。我刚才只答应你考虑考虑，现在我考虑好了，不做。张丽直接气疯了，冲上来就要扯我头发，被一旁的同事拦住了。丽丽，别跟这穷酸货一般见识啊！他一个实习生走就走了，你可刚转正，何必给他这么大的面子呢？方案咱们一起做不就好了？ 张丽平静下来之后，只是恶狠狠的盯着我看，留下一句“江雨，你等着”，就眼睛通红的找副经理去了。大家都把手头的活放一放。过了好久，副经理才带着张丽走了出来，环视了一圈。因为我们部门提交的方案不错，所以公司特批咱们部门全体员工参加周六的酒会。 不过，副经理的视线落到我身上，像是替张丽出气一般，吐出几个字：“实习生除外。”全办公室欢呼起来。天哪，酒会上是不是有很多富二代？Oh my god！我能见到公司高层了。副经理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。这好事啥时候轮到过咱们部门呢？还不是多亏了丽丽提的方案。 所有人围着张丽欢呼雀跃，时不时的幸灾乐祸般看我一眼。我没理他们，继续嗑着瓜子。就那帮老董事，从小看着我长大的，有啥好看的？还有他们口中的富二代，小的时候一个个都跟在我屁股后头喊江姐。副经理拍了拍手，示意大家安静一下。今天下午放假。 大家都回去好好准备明天的酒会吧。谁和我顺路呀？我可以送大家回去。张丽指了指远处的奥迪，同事们又是一顿无脑吹捧。我摇摇头，拎着我磕剩下的瓜子坐了一站公交，然后开着我停在地下车库的法拉利回家了。一进别墅，就闻到了浓郁的饭菜香味。 老哥围着围裙从厨房探出头，回来啦！快洗手，饭菜马上就好。今天李嫂有事回家了，让你尝尝老哥的手艺。我咬着筷子，看着满桌色香味俱全的饭菜，食指大动。谁能想到老哥这位福布斯榜上的年轻总裁，其实是个居家必备的厨男呢？ 我把白天在公司受的气全都发泄在饭菜上，一顿饭下来，肚子像个小皮球。老哥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放，说道：“对了，明天的公司酒会，你穿的低调点，别让人认出来。”我拍肚子的动作一停，问道：“我没准备去，不是说实习生不准参加吗？这是谁说的？”老哥眉头一皱。 为了顺理成章的让你参加，我特意邀请了你们整个部门。我恨恨的咬碎嘴里的大虾，果然是副经理那个老逼登公报私仇。不过，为什么要我参加呀？爸不是说让我尽量别在熟人面前露面吗？老哥眨了眨眼，这是我没跟爸说。周许从国外回来了，明天的酒会他也会参加。 老哥极其做作地叹了口气：“你要是实在不想去，就……”我一听周许的名字，立刻激动起来。周许那混蛋回来了！老哥点头：“那我去。”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童年都有几段黑历史，反正我有。而恰好在我所有的黑历史中，周许都有参与。小时候玩过家家。 一直是我当妈妈，周许当我大儿子，我俩二货太过投入角色，以至于后来周许被绑架，我一个人单枪匹马的杀过去，冲着劫匪大喊了一声：“放开我儿子！”周许哭唧唧的喊：“妈妈救我！”然后我也被绑了，后来被解救出来，我还一边往周许身上抹鼻涕，一边安慰他。 没事儿，咱别怕。你姥爷把咱们救出来了。再后来，我俩去英国留学，染了一头黄发，成天炸街。虽然大部分外国友人都是友好的，但也有一些整天滋哇乱叫的畜生。我和周许就狂揍那些看不起华人的外国佬，而且还从学业上各种碾压他们，告诉他们。 我们华人不光拳头硬，智商也能让他们跪下唱征服。结果我和周许就成了留学圈里没人敢惹的二人组。后来我被老爸捉回来扔到公司，周许也被家里勒令最近不许和我胡闹。算起来，我俩已经很久都没见面了。估计他这次回国也是被家里管得严。 不然早就第一时间来找我了。一进酒会，老哥嘱咐了一句低调，就把我甩下去应酬了。我环视了一圈，并没有看到周许，应该是还没到。我干脆找了个角落的沙发坐下，一边单手挡脸，一边饶有兴致地看着部门那群打扮的像花孔雀一般的同事。 经理和副经理一身西装，打扮的人模狗样，拼命往公司高层身边凑，结果人家把他们当成大龄适应生，随手把喝剩下的空酒杯递到他们手里，还说了句谢谢。张丽则挽着一个年轻男人的手臂，花枝招展的出现，被同事们簇拥起来。天呐，丽丽，这是你男朋友吗？好帅啊！ 张丽害羞地低下头，应了一声，立刻收获一波羡慕的夸赞。有眼尖的人惊叫出来：“丽丽，你脖子上的这个项链是帝家的新款吧？要五万多呢！”张丽抬了抬下巴：“这是孔哥哥从国外特意给我带的礼物，这些对他来说都是洒洒水了。为了显示他的恩爱。” 张丽还扭捏的侧头靠在身边男人的肩膀上，为了拗造型也不怕脖子酸。我眯眼打量了半天，硬是对这个姓孔的富二代没什么印象。身边的沙发一沉，一个吊儿郎当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“盯着孔祥看做什么？是我长得不够帅了，还是你眼光变低了？”这声音好熟悉。 我猛地转过头去，用力掐了一把周许的脸，在他疼得龇牙咧嘴时，激动的上去熊抱住他，想死你这个老六了。周许脸憋得通红，你勒到我脖子了。我等激动的心平静下来，我朝着张丽的方向抬了抬下巴。这孔祥到底是谁呀？怎么没听过？他呀，孔家。 从国外刚认回来的私生子，周许笑了一声。他现在八戒的孔家夫人，小的时候可差点认你做干女儿了呢。你怎么问起孔祥来了？可别对他起什么心思啊！他在国外可乱得很呢，约炮不说，玩的也花。我还没有回应，就看到张丽居然眼尖的发现了角落里的我，朝着我大步走了过来。 我抿了抿唇，给周许使了个眼色：“兄弟，你得陪我演场戏了。”江宇，你这个实习生怎么在这里？偷跑进来的？张丽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见我坐在沙发上连起身的意思都没有，眉头紧紧的皱了起来。我一把揽过周许的肩膀：“我男朋友带我来的，怎么了？你有意见？” 周许眼里的惊讶一闪而过，随即配合的搭上我的腰。男朋友张丽打量了一番周许，眼里是毫不掩饰的惊艳。下一瞬，他冷笑了一声：“江宇，我以为你不过就是个人品差的小镇做题家，虽然家境不好，但好歹还算他是努力。现在看来，原来你还想着攀高枝嫁豪门啊！” 张力大概以为他这番话会引起周许对我的厌恶吧，可他说到家境不好的时候，周许的嘴角已经止不住的扬起了。等听到“潘高枝”几个字，他终于忍不住扑哧一声大笑了出来。我狠狠掐了一把他的后腰。该死，这老六什么时候把身材练得这么好了，都没什么软肉可掐的。笑够了。 在张丽惊诧的目光中，周许一把把我扯进了怀里。我就愿意让我的宝宝攀高枝，就愿意让他花我钱，怎么了？你嫉妒？虽然我知道他是信口胡编，但听到“宝宝”两个字，我还是全身一抖，鸡皮疙瘩掉了一地。卧槽！演戏归演戏，能不能别这么恶心？被周许当众给难堪。 张丽的脸色由白转青，她恨恨地咬了咬后牙槽，然后硬是挤出了一丝难看的笑容。我嫉妒他，你可真会开玩笑！我男朋友可是孔家的大少爷，对我百依百顺，我有什么好嫉妒的？见周许没什么反应，张丽又找回场子似的对我讽刺道：“江宇，你找的这是什么男朋友啊？” 孔家都不知道，你男朋友家里资产都没到一亿吧？我看着张丽沉浸在想象的世界里无法自拔，突然觉得他脑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周许和我心有灵犀一般，侧头对我低声道：“我知道你在想啥，我也这么觉得。”张丽见我们不理他，声音又提高了几度：“要我说。” 你男朋友长得帅又有什么用？这么没见识，难道就只是个有点小钱的暴发户？果然什么锅配什么盖，他这样的暴发户对你来说也算是豪门了。张丽还在那滔滔不绝，就从他背后传来了一道略带惶恐的男声：“周少，您怎么也来了？”刚拿红酒回来的孔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 他一把拨开一旁呆住的张丽，对着周许陪笑脸。在 M 国的时候，有幸见过您一面，但是当时没找到机会和您说上话，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。周许懒洋洋的瞥了他一眼，淡淡的开口道：“哦，有这么回事吗？没什么印象。”张丽小心翼翼的拽了一下孔祥的衣角，孔哥哥。 这是谁呀？你们认识我这种阶层的哪配和周少认识？只是久闻周少大名罢了。孔祥一把拨开他的手，对着周许的表情更加谦卑。当初在恩国就听说了您和江家大小姐的事，一直都希望有机会能和您说上两句话。如果有机会。 也希望您能在江家大小姐面前顺便提我一嘴。我咬着嘴唇，一边疯狂憋笑，一边用颤抖的声音对周许说道：“人家都这么有诚意了，你就帮他在那位江家千金面前提一下吧。”孔祥这才注意到一旁的我，冲我敷衍地点点头，然后又看向周许：“不奢求和您交朋友。” 在您心里留个印象，我就满足了。周许似笑非笑地斜了张丽一眼，多亏你这位女朋友，我现在对你是挺有印象的。张丽脸色惨白，整个人身子微微颤抖。刚才有多嚣张，现在就有多尴尬。神什么意思？孔祥的脸色也僵了僵，他一双眼睛瞪得圆圆的。 像是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。走吧，宝宝，这里没意思。我跟着周许站起身，挑衅般的冲张丽挑了挑眉，然后头也不回的走了。我算是知道为什么霸总文学在网文界这么火了，仗势压人的感觉确实爽啊。周一上班，刚到公司楼下，我就看到张丽墨镜一摘。 从宝马车上摇曳的下来，吸引了无数目光。脖子上的蒂迦项链闪闪发光，三百六十度展示出来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找了个富二代。他对着车里的人比了个飞吻，然后扭着腰肢大摇大摆地上楼。知道的他是来上班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来当经理的三。 我故意放慢了几步，在确认他看不见我之后，才走过去。一大早的，我可不想给自己找气受。可等我路过那辆宝马车的时候，车主却从窗户中探出了头：“你是周少的女朋友，也在这里上班？周少没送你吗？”我见孔祥张望的样子，忍不住回道：“不用看了，他不在这里。” 孔祥满脸失望，又眯眼上下打量我，似乎在估算我的价值。过了几秒钟后，孔祥从车里拿出了一个礼品盒，顺着车窗递给我。我连忙摆手：“不用了。”说实在的，这小玩意儿比我送我家保姆的都便宜，侮辱谁呢？可我的拒绝落在孔祥眼里，却成了欲拒还迎。 孔祥开门下车，一把拽过我的手，把礼品盒挂在我的手臂上。他自认为很帅的拉近我，没事，收下吧。这东西对我来说根本不值一提。实话跟你说，在圈里，周少和江家千金才是公认的一对。他跟你只是玩玩。孔祥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。我听张丽说，你只是个实习生。 家庭条件不好，你长得可比他漂亮多了。要是周少对你腻了，我他还没说完，我就大喊：“保安呢？干什么吃的？这人性骚扰你们不管吗？”从他碰到我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全身恶寒。要不是被他口气熏懵了，我可真没耐性等他说这么一大堆话。听周许说，他玩的很花。 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病。保安闻讯从屋子里冲出来，还没跑近，一旁的孔祥就被一股力量甩了出去。周许，我从没见过周许这个样子。他虽然一直玩世不恭，但遇到什么事情都一副镇定从容的样子。在燕国的时候，就算他被欺负了，也只一笑，背后腹黑的设局戳刀子。 可现在，他像只发狂的兽，疯了似的把孔祥按在地上暴揍。周许自从小时候被绑架之后，就一直在学散打。孔祥又是个不经打的花架子，没几下，孔祥就趴在地上，满脸是血，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最后还是保安上来才把他们给扯开。周许觉得不解气。 继续指着孔祥鼻子，再感动他一下，老子分分钟让你失去一切！孔祥鼻青脸肿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还是我怕人真出什么问题，替他叫了幺二零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周许被我拽到一旁，胸口剧烈起伏。实习，我瞪大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什么。你。 周家的宝贝太子爷屈尊来我江氏当个实习生。周许哼哼了一声：“咱们是一条船上的蚂蚱，你在这被人欺负，我能不来给你撑场子？”我无奈地揉了揉额头。可是现在人力都上班了，你办入职手续是不是迟到了？卧槽！不光周许，我也迟到了。 不过，反正我现在的日常就是摆烂，迟不迟到也没人管。一进到办公室，就看到一群同事围着张丽叽叽喳喳：“丽丽，我今天看到了你男朋友开宝马送你来的吧？”“丽丽，我昨晚梦里都是你这条项链。”“丽丽，你昨天可太气派了，是不是要嫁入豪门了？”张丽满脸春风得意。 见我进来，故意抬高了音量。那当然，我可是有很多富二代追，不过就是觉得孔哥哥优秀，才选择他罢了。有些人啊，就算有个富二代男朋友，又能怎样？人家不过就是和他玩玩，不像我。孔哥哥可是亲口许诺要带我回家见家长呢，我迟早都要嫁入豪门的。 我在工位上继续吧唧吧唧嗑瓜子，对他这番话只觉得嘲讽。昨晚谁嘲笑我攀高枝来着？这是失忆了，简直就是宽于律己，严以待人啊！就在张丽被一波波吹捧夸得飘飘然的时候，几个刷手机的同事突然脸色一变，故作不经意的瞟了我一眼。 几个人围在一起窃窃私语，最后有一人忍不住道：“张丽，你看看朋友圈，大家都赚疯了。视频里被打的人是不是你男朋友？”张丽脸色一沉：“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他怎么胡说八道了？”其中一个女孩说道：“我看视频拍得挺清楚的，那个被打的就是你男朋友。” 说着，他把手机扔到张丽面前。张丽看了一眼，立即炸毛。视频完整的拍下了孔祥对我拉拉扯扯，然后被周许暴打的全过程，甚至每一句话都录得清清楚楚。也不知道被哪个吃瓜群众发到网上去的。张丽，你不是说你男朋友对你一往情深吗？ 怎么还骚扰江宇？张丽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的，最后咬牙道：“我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”她说完这句话，就攥着手机，气呼呼地冲向女厕所。其他人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纷纷露出一副难以言喻的表情。就在大家议论纷纷时，办公室的门被推开，众人。 嘶！周许大摇大摆地走进办公室，身后跟着一脸讨好的经理。周少，您看您需要什么咖啡？我亲自去买。周许一屁股坐到我旁边，抓了我桌子上的一把瓜子。我就是来实习的，随意点就行。我脑海中只回想着老爸千叮咛万嘱咐的两个字：低调，低调。 我突然明白为啥两家老爸都让我俩这段时间不要接触了。我是来当卧底的，他是来让我这个卧底成为焦点的。我以为张丽会伤心一阵子，然后远离孔祥这个渣男。事实证明，我低估了超能力对张丽的吸引力。半个月下来，张丽又重新容光焕发，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。 每天变着花样，拎着各种名牌包，继续暗戳戳的炫耀。我继续摆烂，把他当猴一样看他表演。下午，经理召开了部门会议，要求全体员工参加，特别强调了我这个摆烂的实习生必须参加。于是，我和周许翘着二郎腿坐在角落。 一边嗑瓜子，一边欣赏经理敢怒不敢言的表情。董事长即将从国外回来，对我们部门的提案特别重视，决定到时候由公司高层集体终审，并还要开线上会议室，同步给整个公司。所以这个方案一定要好好做。都这么久了，具体的计划书怎么还没做出来？经理的眼神落到我身上。 在触到我身旁周许冰冷的眼神后，他抖了一下，又若无其事地转移到张丽脸上。张丽，你是这个方案的提案人，最后半个月，不论如何，你都要拿出具体的计划书。要是到时候在董事长面前拿不出来东西，别说你了，就连我，我们整个部门都要被波及。就这样，散会。 就在我准备继续摆烂的时候，周徐给我提了一个阴招，损是损了点，但是解气。我和他嘿嘿一笑，达成一致。在经理找我第二十次谈话的时候，我的表情终于有所松动。我倒不是不想写，就是怕到时候又是白忙活一场。经理忙不迭道：“不会不会，这次我跟你保证。” 功劳全是你的，到时候由你上去在高层面前讲，我也会纠正负责人是你，一定帮你争取一个转正名额、高薪待遇。我一脸心动，最后犹豫着答应了。回到工位上，我装作得意的样子对张丽哼了一声，然后把瓜子一收，打开电脑开始噼里啪啦,啪啦敲字。快下班的时候。 我的手机叮咚了一声，周许发来一张他偷拍的照片。照片上，张丽偷偷望着我的电脑，嘴角勾起，一脸得逞的样子。我侧头和周许相视一笑，可太有意思了。老爸从国外回来，还没来得及回家，就又风尘仆仆的来到公司。会议开始之前，不出所料。 我的电脑被人动了，直接格式化，所有资料都没了。经理皱眉问道：“这可如何是好？”张丽站了出来：“经理，之前我也做过一份计划，只能由我去讲了。”经理叹了口气，非常没有演戏痕迹地说了一句：“那就只能这么办了。”然后转头看向我：“江宇，你要识大体。” 今天如果闹出什么事，对你的职业生涯都是毁灭性的打击。我极其淡定的说了句好，跟周许一前一后进了会议室。一进去，我就发现都是熟人，我爸、我哥、我的一众董事叔叔。秘书已经打开线上会议室，随时把现场情况同步给全公司数十万人。准备好的话。 就可以开始了。张丽胸有成竹的上台，把他的电脑投屏。不出所料，上面是我做的 PPT 和计划书，一字不差。张丽瞟了我一眼，见我没什么反应后，声音愈发得意。整个过程，语调起承转合，说的非常自然完美，简直就像他做的一样。 说完后，全体董事陷入沉默。经理第一个站了出来，连说了三个“好”字，然后转头看向我爸，董事长：“这是我们部门最出色的员工张丽，之前的提案也是他做的。”您看，我爸没有说话，手指敲击着桌子，若有所思。一位董事伯伯忍不住说道。 我只看到你大篇幅地说它多么多么好，可我没看到你这东西具体的变现价值，你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和数据证明价值。我总觉得这是一份不完整的计划书。几位董事也纷纷语言犀利地朝张力提问：“你这里说的 M 国实验已在公司得到成功验证，可据我所知，公司破产了。” 你为什么拿它做成功案例？还有，你这里的架构图也非常有问题，战略层和业务层写反了，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？这就是你们部门最优秀的员工，说了半天都是虚的，我怎么感觉你一点没说出这个方案的核心价值？张丽和经理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尴尬地站在原地。 经理拿出帕子，不断擦着额头上的冷汗，支支吾吾半天都说不出来一个字。而张丽更是没见过这种场面，露出慌乱又难堪的表情。周许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去吧，该真正的主角登场了。”我拿出一个小小的 U 盘，走上台，为大家鞠了个躬：“我是提案人江宇。” 接下来，请允许我为大家说明详细的计划书。秘书把目瞪口呆的经理和张丽拉下台，为我腾出位置。我在大屏上投出真正的计划书，里面记录了我在 N 国币公司的整个实践过程、理论提出依据、收益回报率、小范围测试等等。除了这份脱敏的计划书。 我还准备了一份加密版的详细方案，请各位阅览。我最后一个字落下，会议室里又是一阵沉默。周许站起身，把早就打印好的东西一一发下去。经理深吸一口气，上台扯我：“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部门的一个实习生，不懂事，我回去就把他开了。”请各位别。我爸一拍桌子。 说出了他在这间会议室的第一句话：“我看谁敢动我女儿！”经理手一缩，脸色煞白。董事长，我爸冷哼了一声。张丽和一众同事都以为自己幻听了，半天才反应过来：“我尼玛的，可是姓江啊！”曾经欺负过我的同事已经抖成了筛糠，张丽和经理更是两眼一翻。 恨不得当场晕死过去。董事们详细翻阅了资料后，露出了笑容。小雨这计划书不错呀，果然没看错这孩子。不错，有理有据，我觉得可以投。终审顺利通过，经理和张丽都快哭了。我站起身，朝大家鞠了一躬，然后下台。老哥开口道：“小雨。” 爸让你来基层锻炼，受委屈了。我嘴巴一瘪，眼睛一红。老爸立刻问道：“都谁欺负你了？”我指着经理、副经理张丽。老爸大手一挥：“那都开了吧。”好家伙，他这一挥手，整个部门直接空了一大半。一切走向正轨。我以经理的身份暂时接管整个部门。爸说。 等我这个方案得到实际收益后，再把我一步步往上抬。没了那些碍眼的人，这个部门也可爱了许多。每天的工作都充满干劲。而周许虽然被他老爸抓回他家公司去了，但一有机会就跑过来找我。关于张丽的后续，我还是从他那里知道的。自从弄虚作假的事闹出来。 没有一家公司再敢要张丽等人，就算敢要，也过不了被调这一关。无奈之下，经理和副经理回老家了，而张丽则被孔祥正式包了，还怀了孕，闹着要结婚。就在他美滋滋的做着豪门太太梦的时候，现实给了他当头一击。孔祥的十八个女朋友依次找上门。 三个女人一台戏，十八个女人。啧啧，孔祥的女朋友们直接把张丽打得终身不孕，抢走了孔祥送她的所有名牌包和首饰，还把她赶出了房子。这事闹得太大了，社会影响极其恶劣，直接惊动了孔父。孔父一怒之下，把孔祥这个刚认回来的私生子又给除名，送出国去了。 而张丽失身失心，到头来一毛钱没得到，还落下了一身病。一段强弱差距过大的感情，强者的道德底线决定了弱者的下场。张丽一心想攀高枝、走捷径，最后到头来一场空。不是经理他们想造神，别人就会买账。要知道，God 反过来就是道，该属于我的。 到最后还是我的。